然后看一下这题，他说这边有个椭圆，讲行不行？求蚕轴蚕，怎么算？麻烦你先把这椭圆配成标准式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要怎么配？麻烦一件事情，要把有 x 和 ak 在一起配，有 y 的和有 y 在一起配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在 ak 平方这边提出3，好不好？变 h 平方加上 2ak 加上 y 平方减 2y， 把95移过来等于几？ 5， 是就出来了。来，开始来配方，把加1除以 2， 所以说把加2除以 2， 所以配成 s 加1的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减2除以 2， 把它配成 y 减1的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做配方之后，你观察一下，把这爆开，它是 s 平方加 2s 加 1，3 乘以4几？3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一样把这爆开， y 平方减 2y 加 1， 左边加 1， 右边也加 1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写到这边的时候是3倍的 a 加1平方加上 y 减1的平方等于几？ 9， 是出来了。之后把大家同除一起， 9 变3分之 a 加1的平方加上9分之 y 减1的平方等于几？一，是白了。写到这边告诉我什么形？谁比较大？ y 比较大，什么形？上下形。标准写法怎么写？ b 平方分之 s 平方加上 a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对照一下， a 平方等于9，所以 a 就是几？ 3。 b 平方等于 3， b 就是几？根号3。那今天求多少？求蚕轴蚕，这样行不行？来告诉我，蚕轴蚕是等于几 a？ 2a， 所以2 3得几？6，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后麻烦把这边看一下。